你想让我吃吗？只要你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吃上两口。周瑞被下了孔雀丹，吃了即刻便会毙命，没有解药。醒过来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是。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萧凌，你喜欢他吗？愿意为了他让我去死？叶修，你就快回来了，我会等着你。中天娱乐台，长月烬明。